站着好，你坐好。这样，你站着，我坐了。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欢迎你加入我们奔跑吧大家庭，欢迎欢迎。紧张吗？紧张。其实这个由于过于的紧张，导致了昨天一晚上有点没休息好。但是还是给自己打了一个满分的鸡血。今天专门跑来这里给你发布你今天早上的任务，因为你是我们这一季的新成员，而且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意义，是因为你是我们目前为止兄弟团的所有成员当中唯一一位00后的成员。哎呦呦！而这一季因为你的加入和雨琦的回归，把我们兄弟团的平均年龄降低了4岁。哇塞！那只能说这个很荣幸，那个成为这个最小的一员。对。在我们这一季的一开始，有一个敲门砖的任务需要你来完成。OK， 稍后你要依次去跟我们的兄弟团成员见面，把我们今天录制的一些注意事项交给他们。OK， 他没有拿到这个注意事项，可能会影响他今天的录制，所以这个任务很重要。很重要。对，行，就是注意事项就在这个我们 MC 这个台子上，你可以看一下啊。Okay. 这个。我这次得读一下吗？今天有跑步的内容，请换上适合的跑步的鞋子。二，准备好一些小零食，今天不一定能按时吃饭。三，请在11点准时到达大堂，不要迟到。OK。同时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陪伴了我们10年的 MC， 今年又推出了他的全新的蓝莓口味的酸奶。见到成员的时候，送给他们一瓶，让他们品尝。好，但是并不是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们的成员都住在8楼跟22楼，然后他们每一位成员的门上都贴了一张照片，是有两个人合成的一张照片，然后你要猜出这两个人是谁，你才能进入这个房间。合成的照片？对，就有可能是 baby 姐的嘴，但是是那个晨哥的脸。对。然后这些人当中有我们兄弟团的成员，也有一些来过我们节目的一些好朋友，还有就是这11季加起来，对，就是来过的一些人，不是全部啊。除了兄弟团成员的门上面贴有照片，我们还有一些房间门上也贴有照片。那这些房间是我们工作人员的，如果你进去的话，如果有工作人员，你也可以跟他打个招呼。OK， 我们先去22楼。OK。这聪明才智肯定一下就给他们都逮出来了。如果我能知道这个是谁的五官，但是我叫不出来他名字怎么办？这儿有3张卡，这就说明这22楼只有3个人在这儿。 OK，这个动作莫名的熟悉，这个发型也莫名的熟悉，这个如果没猜错啊，应该是晨哥的脸跟荣浩哥的身子。你确定吗？是一下被我猜中了一下。你可以自己撕下来看一下。那我先撕下来看。你看一下正确答案。你看看这今天这开不开门红。上来就把哥哥门给找到了，来吧，你刷卡吧，直接，哦，就直接刷 ，OK。哥，有人吗？这个号码，看来是工作人员的屋，应该已经去工作了。内屋甚至都非常的。确实是生活，这个还给特写，这看来也，其实好猜的不一定是准确的。啊，这里面应该这是万能的卡是吧？这个也感觉有点好猜，是不是我太厉害了？我感觉这个是。
不会得罪人，应该是白鹿跟子琪的合体。我看看，感觉你每次都是被我一脸猜中的表情。正确。这个我还是先敲敲门吧。雷猴啊，我进来啦。雷猴啊 ，Hello， 有人吗？说实话呀，这没人吗？这看起来也挺像咱们那个制片。看出来了，是裁判，对，导演组的一个房间。好的，这都猜出来了，就是没人儿。裁判老师，这块肯定就有人了。哦，这块肯定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。这应该是魏大勋的身材，但这个五官呢，我想猜是山哥，乔山，是吗？这就是瘦了的山哥吗？这个动作就非常的魏大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发型的原因。看看，但这屋肯定是确认了啊，确认啊，确认了吧？好，那你看一下吧。特修。很厉害，拿捏了。这魏大勋老摆这动作，他就万年不变的炮。山哥，你看我还是弟，还是了解你。我敲敲门。雷猴啊，我进来啦。你还可以直接刷我。Hello 呀，哎呀呀呀呀，等会儿。Hello 啊，好久不见。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咋了？今天是我不是刚加入吗？我这发布任务来了。不要搞得我们俩很陌生一样。发布任务快！今天一是给你带新品，二是给你看着任务。你要是十一点没有一个舒适的跑鞋，你难受一天。说是，好。那新品蓝莓味的，你喝一口啊。给你一个红包。这是给我的。对呀。周云老师还是。我去，那他是不是得跟我一块儿去下一个屋了？什么意思？没太懂啊。不用，不是，就让我主要是给你发布这个，告诉我一下今天的注意事项。对，注意事项。为什么从十点改成了十一点？什么原因？有人迟到了。谁呀、啊？肯定咱们中间。我最早起了。你是第一个敲门的，所以改的时间肯定是你、啊。我都一夜没睡。他真的迟到了。你看你的门上挂的是魏大勋跟乔杉的合体，说明姚 PD 在你心目中的定位是山哥跟魏大勋。刚说的话，姚 PD 在我心中的地位。不对，你在姚 PD。你还没睡醒吧你？紧张了，为什么我门口会贴这个照片？把你们认出来，我都认了好几个。你通过这张照片认出我啊？啊，我们视频就没见。拜拜。你不感谢一下给你的红包都开工大吉？对啊，就是啊，阔气。谢谢周深老师。拜拜，拜拜，范丞丞老师再见。嗨，一会儿见，拜拜，等会儿见，好。